哇，好厉害啊，婉清！婉清，你太乖啦！你这个饭真的还不错，我好久没有吃炒饭了。那么能吃啊，不是我们两个能吃饱，是你们两个太不能吃了。我们两个都吃饱了，你们还在。你们是在训练的时候被饿着了吗？对，因为在节目组的时候啥都没有吃的。我们节目组连楼下便利店都不能去，五个月没有零食。为什么？那淘宝买吗？淘宝买。我们有规定，你收的快递给你拆开来，所有吃的全部给你拿走。一个月也只能买五件。给你来一点点肉，嗯，真不错。你喜欢吃鸡腿吗？嗯。来，我们一起比吃鸡腿。好好吃哦。